近日，玩偶与侯明昊合周演《海边约会》，淡蓝色格子裙，互动甜蜜，CP 感十足。这次被玩偶抓拍的周演和侯明昊，两人在海滩上的拍摄看起来相当甜蜜，俊男美女的组合十分养眼。周演一袭蓝色格纹连衣裙，泡泡袖的设计更加充满甜美感。长款的蓝色格纹连衣裙在海边显得十分浪漫和柔美，淑女气质十足。而侯明昊简单的白色背心搭配米色长裤，度假风满满，两个人看起来的确是 CP 感十足。从背影上看去，牵手而行的两人温馨而浪漫，像极了一对热恋中的情侣。周也长发披散，微卷的发型带来一份妩媚和温柔，尤其是侯明昊给周也整理头发的一瞬间，的确是十分暖心。对于颜值在线的他而言，这次的蓝色格纹长裙可以说是造型十分成功。从以往的其他造型来看，很多时候周也就像是一个简简单单的邻家女生一般。这款白色的 T 恤镶蓝边，乖巧可爱，少女感满满。宽松的 T 恤和直长的发型充满少女感，毛绒玩具的加持更加展现出一份少女心。同样是少女风，这款米色的波点连衣裙则显得更为时尚优雅。领口的黑色蝴蝶结凸显出了连衣裙的精致和柔美感。裙摆的设计增加了活泼感，咖色的短靴更带来了一份帅气。白色的手提包上花朵图案元素，精致感十足，淡淡的妆容也增加了一份时尚感。这款造型无疑是周也近期非常成功的造型了。而且大家知道吗？胡鑫最近的口碑已经远超长月烬明了，这是小编万万没有想到的。由周也、侯明昊领衔主演的古装仙侠剧《胡鑫》上线后。A 加制作硬生生打出 S 加的漂亮成绩，胡鑫上线后低开高走，热度优酷站内破8000，登顶猫眼热度榜第一，单日剧集热度总榜日冠，口碑和热度并存，成功实现逆袭。可以说，就目前的形势来看，单从路人奔走相告的好评不断的口碑上，足以反超口碑崩塌的长月烬明。但在热度和收视率上，胡鑫流量还差点意思。不过，从多个方面来看，接档流量、热度、黑红爆款、长月烬明，压力可想而知。而这部不被看好的小破剧，硬生生的打出了一套自己的风格，让观众看到了穷有穷的拍法，用小学生动画片的特效萌翻观众，从喜剧元素中节省开支，用幽默的反套路剧情对话增加趣味性，让人设立体又不拘一格。而最近，胡鑫的领衔主演更是亲自下场卖力宣传。和硕公司包办婚姻的 CP 侯明昊和周也同公司同一家宣传，两大主演更是力挽狂澜，亲自满足观众剧粉磕 CP 的心愿。被公司包办婚姻后的效果就是粉红泡泡满屏的，专门跑到对方城市同框的直播，更有双人合体直播、综艺扫楼、甜蜜互动，大胆开麦，简直不要太般配。胡鑫从开播至今能够取得如此成绩，只能说离不开所有人的共同努力。不仅剧情上头，人生完美，节奏快且有新意，主角团主动组 CP， 编剧亲妈九路飞香大大更是多次微博互动催更优酷。侯明昊凭借胡鑫剧中深情恋爱脑人设，吸粉无数，一跃成为网友心中的新晋无怨男友。大火的开始就是要经历地毯式的考古搜索，宝藏男孩侯明昊终于火了。那么胡鑫口碑反超，A 加打出收视王牌的原因究竟有哪些呢？一、人设完美，深情内敛加大胆直球。记得胡鑫刚开播时被他的萌仔小队所感染，虽然特效非常低龄幼稚，但是在剧中看着萌萌哒的小鸡仔，反而增添了许多喜感和快乐。有人吐槽，自然有人喜欢，但是终归在特效制作要求极高的仙侠剧中，他却凭借着剧情和人设杀疯了。胡鑫中的开头是一个非常俗气传统的虐恋故事。但是男女主角的人设满足了观众对古偶仙侠男主的所有要求，相互救赎彼此，互相信任彼此，所有的配角出现的场合以及故事的发展都充满了逻辑性，这一点和爆款藏篮诀很相似。财迷、菜鸡、蒋一起是烟回的最鲜明的人物特点。女主角的人设之所以能够被观众喜爱的原因之一，是因为她的一切行为逻辑模式以及对待感情的处理方式都基于严谨的三观支撑。燕回虽为仙门中人，却明辨是非，懂得善恶，妖亦有道，所以他杀妖亦救妖，从不会滥杀无辜。对于天妖的利用，他也知道以报还以报。哪怕听了他的爱情被骗时，
也并没有玛丽苏白莲花一味的因为主角羁绊而去刻意的产生关系，而是在权衡利弊后与他许与为一。当燕魂与天耀经历生死彼此信任后，他并没有用所谓的妖仆契约去威胁，没有为了仙门选择背叛，而是给予男主前所未有的信任和安全感。燕魂是唯一一个直言帮他寻回身体后要求他大大方方以尊贵的玲珑身份去见苏影，永远对三观清醒独立、大大方方、敢爱敢恨、率性而为的女主人设抱有好感。男主玲珑天耀更是深情内敛、温柔强大的男主人设，对比烟回的咋咋呼呼直球人设，天耀温柔善良，符合原著中庇佑一方安宁的玲珑设定。而且他情绪稳定，前期清晰独立恋爱创伤后遗症，后期破防恋爱脑上头又恢复成一条憨憨的小龙，主打一个反差萌。呼心中出现的所有配角，甚至是不起眼的小喽啰，都有着侠义之气，全员智商在线，没有一个人会拖后腿。就连男二在剧中的官方 CP 投资守护有情人的设定，让观众不禁表示他只是太想磕 CP 又有什么错呢。二包办婚姻积极营业，侯明昊改火，呼心能够得到观众的喜欢，一部分原因来自于原著改编的剧情逻辑严谨且人设完美，另一部分源自于大家剧里剧外 CP 的积极营业。像爆款剧播出，很多艺人公司会要求乘着热度炒 CP 来吸粉，像特别火爆的《地心引力》和《无路可逃》，而呼心的男女主角自然不甘示弱。随着剧情的热度，侯明昊和周也也承认被公司包办婚姻，两人合体直播时互动梗不断，更是有二手玫瑰、贞洁是一个男人最好的嫁妆等等系列金句粉产出。侯明昊是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明明少年感幼态十足的脸却被硬汉的审美所耽误，寒武纪时期那张粉嫩的脸奶乎乎的样子可以说是颜值巅峰也不为过。而素有黑脸美人称呼的周也和可奶可狼的侯明昊同框，一股莫名好磕的 CP 感，两人同框的植物互动更是让观众看到了野子反差极强的一面。尤其是对比和阿瑟的冷漠脸红毯近照对比，黑脸的野子秒变可可爱的傻笑小柴犬，状态就是娇滴滴的爱撒娇爱闹腾的活泼可爱的公主小妹。而且两个人精致感暴击的颜值满足了观众和淑芬对许多纸片人的想象，更有呼声他俩可以出演大 IP 流量黑莲花攻略手册中淑芬人物木子期和林妙妙的角色。周也和侯明昊的 CP 真的是有种磕到了的感觉，莫名其妙的 CP 感。最后小编希望他们两人可以透过自己更多的努力，在事业上迎来更好的发展。